斋念佛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清净无畏？你看看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会上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，要我说放屁。三界四周不杀生，仇恨无止息，无头大强弱邪淫，一切有情皆孽，无妄语梦幻道，不禅求又不长若无常，不单乐方华差，不贪眠无苦不得解脱，无纵欲诸行了无生趣。
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别想再轻易涅槃。